军降临，幽灵重生，你阻挡不了我的。你身边的女人究竟是谁？你看清楚过吗？她是孤的皇后。你在伤害我身边任何一个人。切记不要如那雷震子一般整日无事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不认识我？小爷我的名字叫做站住。别跑！雷震子，站住！站住！雷震子，下来！您不就是想要这根破棍子吗？上来拿啊！你，雷震子，雷震子，你们莫要拦我！我今天定要让他见识见识我厉害的手段。雷震子，你给我下来。他这是睡了吗？应该是睡了。欺人太甚！师叔，雷震师叔，这可是祖师爷的形象，切莫冲动啊。怎样？我今天就要替师父教训这个怪物。师叔，你说谁是怪物？怎么，又想打你师兄不成？刚刚是不是你说我是怪物？吓唬我，我会怕他不成？师兄小心！当时干什么？帮忙！虽然与生俱来，但若不能驾驭自如，终究伤人伤己。依我看，好聚好散，您放我下山，若不然早晚收拾他。放肆！给我跪下！偷拿金棍，亵渎圣像。雷震子，你知不知错？我没错。欺辱同门，不敬尊长，雷震子，你知不知错？我没错。你知不知错？我没错。我没错。我没错。从今天起，不得离开后山半步。怪物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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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候这里风大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琪琪那边有消息吗？暂时没有。明日我再派一批斥候出城。不必了，我已用八卦移星之术向仙人求援，这座城我们一定要守住。伯侯放心，但凡子瞻有一口气在，绝不让圣君踏入这临潼关半步。起风了。区区一根羽毛有什么了不起？